是。谢谢路过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 Tuna 的许愿瓶，谢谢。晚安，大家晚安，大家端午节快乐哦！谢谢 Tuna 的花枝精粹，谢谢。晚安啊，大家，大家七夕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快乐。晚安，晚安，谢谢马尔蒂的新日冠。新了啦，只是没有穿给你们看。不新了啦，算旧了，蛮旧的了。晚安，大家晚安。哎，有一个转盘嘞，那是什么？哦，可以玩吗？你们可以玩转盘吗？决定好了哟，但是我觉得打算。我打算不跟你们说我哪一步要穿什么，哪一步要穿什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两步都会有你们很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打算这么做，好不好？两步都会有你们很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应该是不会跟你们说，我不会跟你们说我哪一步要穿什么。所以你们就算抱怨，我也不会跟你们说的，啊。难道会有吗？这个先否认掉了，这个是绝对不会有了。再玩转，哈，我想看，大家可以玩吗？我想看，拜托。怎么回？不要热到就好。应该不知道哎，感觉就会很热啊。我想看了，大家可以玩一下吗？看一下有没有多飞也可以啊。可以吗？可以看一下吗？所以转盘到底是什么意思？花一百中两百，十连只中五个，花几点？谢谢 Daniel 的应援棒，谢谢蔡阿玛逊的许愿瓶。哦，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玩转盘的意思吗？哦，好酷哦！谢谢 Tuna 的花枝精粹，原来是这样，省钱不行啦，大家想看啦！谢谢 Tuna 的好多花枝精粹，谢谢 Tuna。中大奖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如果没有中的话，就只是发礼物而已的意思。谢谢路过的花枝精粹，安安晚安晚安 ，Hello， 等一下我去开门。玩拼图，谢阿正的红包，谢阿正，谢阿正，哈喽大家，今天有神秘嘉宾的意思，但不会露脸，可以讲话，可以讲，要脱鞋，脱这个，可以跟他们打个招呼，嗨，太棒了，我的甜甜圈。你们就坐那吧，等一下应该会有晚餐。今天有我的朋友们，一个叫 TP， 他是英文名字，不要想太多，是我讲了 TIPPI 的部分。然后另外叫曾一真，对，
我在减肥，你在跟我开玩笑。我在减肥还可以要甜甜圈，笑死。你可以拍个影片进去，讲厉害，好敏感的话。哎，你们坐这了，你们一个坐这，一个坐这。我要去拆牙套了，我要来吃东西了。谢谢，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练礼物。你们可以看，今天就是单纯聊天，看你们有没有想问他们什么问题。当然，就是涉及到个人隐私是不会回答的。我可以拉你我的脚程吗？23磅。可以不用吗？你可以寄行到我家，我家住在。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好不好？是去过冬，算是吧？是过端午节吗？算是。我靠，对不起，对不起，算是吧？算是过端午节吧？你帮我那个温度调低一点，我好热。哎，我要去拆牙套，等一下。他问你们单身吗？对啊。我问我的男朋友，我缺男友。哎，好好讲话啊！一个一个，他不会开直播了。等一下，我要去刷牙套。哎，没有娃娃，那你们帮我讲话一下。哈，哎，凉粉。哎，啊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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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P， 这很凉哎。我跟你讲，这冷气我们班也听不到。我们班18度跟这里30度差不多。我可以看他背面。你去聊天。你要跟我聊天吗？可是我看，可是我看不到他写什么，我跟他聊天。你要？那怎么办？感应吗？那跟你们讲，我刚才带了一盒巧克力，就是哈，它的味道很奇怪，可是它400多块，对啊，400块。我想跟你们说，如果你们要买 M A L T E R S E R S， 那可能要斟酌一下，因为它没有那么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真的，它一小包一小包比较好吃，这一定要。等一下，等一下我回来，我要来念礼物了。哎呦哎呦哎呦！谢谢欢迎。这好赞啊！我想买，你想买哦。我要买一个回家要送给你。哎，不是吧？等一下啦，开什么玩笑啦？那我去叫冰淇淋好了。好，我看一下。然后你不露脸哦，你从这边不会露脸，不会露脸。嗯，不会。等一下，我要来念礼物了。谢谢你们的礼物，谢谢阿正的红包，谢谢 Tomo 的玫瑰，啦啦啦啦啦。笑什么？谢谢德全的告白气球，谢谢大家的玫瑰，谢谢开心的许愿瓶，谢谢怀的告白气球，怀我直接看不到留言的部分。冰淇淋，冰淇淋三明治。期待握手会，我也期待握手会。谢谢任的玫瑰，谢谢大家的玫瑰，谢谢大家。你还有一个小时。嗨，王子，嗨大家，等一下。我要喝咖啡，谢谢怀的告白气球，我是念两次，应该差不多没有念到，谢谢你哦，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故意没有念到。哎，你们有想要喝蜂蜜柠檬吗？好啊，好啊，我在冰箱，然后去拿杯子。你们想看香港真男友吗？香港男友，你真的是给我好好讲话，不要失控，好不好？好吵！哎，他们说你很吵啦。我道歉。是 TP， 是 TP。我先喝饮料。哎，帮我倒一杯。你看得出来吧？是那个。我看你拿给我看，你拿。对，就是他，帮我倒一杯，谢谢。帮我倒，谢谢。哎，马尔基，不要这么没耐心啦，不要这样子。谢谢何非直播间，谢谢开心的蜂蜜柠檬水。没有，好不好？他说去拿饮料的朋友感觉蛮火，算是吧，他是最活泼的，算是吧，对吧？嗯，对，他算是最活泼。很巧。他们问你觉得朋友是偶像有什么感觉？完全不敢，好讲话，超开心，超感动的，很开心。那我们拿到钱去朋友拿到去我家吗？就是蛮好的朋友，对。谢谢真分享直播间，笑死了，是不是有朋友专门当工具？没有啦，怎么可能？会打翻吗？好痛。谢谢，谢谢。风险险。哎，要关门，不然人就会飞走。飞走，去哪？飞走，飞去厨房。你朋友推我啊，讲什么废话？下 Kira 的星星响应。我们今天，哎，我也很热哎。这边很热，那边好热。因为冷气在那边，你在讲什么废话？这个问题。Of course。
朋友平常有在看 IG 吗？应该算有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确定。谢谢真真乐，真真好久不见了，你的勾都不见了，好难过。哎 ，TP， 你要在那边吗？不然我要换你的椅子哦。啊，没有，我回去，只是我在想怎么样变脸。我爸想很想勾那里。有朋友来了，朋友来了。最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哎，我同学，我同学都很棒。哈喽米欧，嗨桃哥，嗨嘉宏，眉毛大王，这个我就是眉毛，我是眉毛什么？眉毛富翁，但还是有时候画一些。我这样，我知道你不是，你就是没眉毛的那个，我是熊龟，没眉毛，眉毛平平，没眉毛的那个，是眉毛。哈喽林茄子，我们今天呢就是跟朋友喇嘞，不然就是聊握手会。哎，握手应该没什么好聊，就是问大家会不会来握手会。还有谢令狗的玫瑰，还有 mini con， 对，今天大概是 mini con 跟朋友喇雷的 mini con 跟朋友喇雷，听起来像一件事情。聊 mini con 跟聊喇雷，聊喇雷，喇雷，很期待握手会，大家会来吗？大家会来吧，会来的打一个会。哎，这超可爱的，这次的包装超可爱的，谢谢朋友专门为我去买的。巧克力波奇，皮卡丘，超可爱的耶。我今天测我长得像什么？他说像皮卡丘耶。你做梦啦！好啊，也是。里面有两个，你看你要不要两个都吃，还是要留一个给那个丫丫？丫丫 ，OK OK。啊，你吃了吗？你吃了？吃了。TP 吃了，还说自己有瘦啊？又不是七个。哎，桃花哥，好好讲话哦。你们的晚餐来了，你们的晚餐来了，会，不会，我说你很，坐这里，坐这里，他们不可以去那边，我会孤单，对，我会孤单，不可以，我直接被排挤。有超红，哎，你看你们有这个，哎，是不是很棒？哇塞！他们今天中午没有吃，还有没有吃？开心。哇！那你要鲜奶吗？还是蜂蜜柠檬？哇，他们有到。要不要冰块？要。走啊！哈哈哈哈我刚刚同步，对不对？对，然后我就一起拿吧，好不好？他同意了，我喜欢，我那么大，哎，是我家两个加在一起的。你们自己来哦，因为我要出去吃饭。好，你们自己来，那我搭配你们。今天主题这样蛮不错，我也觉得蛮不错的。会，很棒哎，你们都很棒哎。现在讲屁话，我准打字。今天路过刘伟吧，你讲话之前先打一下。对，我也觉得，哎，我也觉得。我还打草稿。先不要，哎，谢谢柠檬的枫叶。有买到没有？哎，因为听说很，今天聚餐先走了，周末见，真真周末见哦，要来，一定要来，我要看到你哦，要看到你们哦，敢不来你们就拜拜，没有啦，没有啦，你可以直接开，没有关系，好不好？他什么口味？不知道哎，不知道什么口味。是原味。哎，你都买一样口味吗？嗯，谢啦。这太小，都在哪里？你真的笑得很，很快乐吧？反派哎，我太可爱了。小燕火锅，好开心。看我卡牌。我弄个男装，好吧。谢谢。光手装。这是披萨吗？对对，玛格丽特跟。哇。不错，我要换你的。谢米色的 love， 还有一个小时，我们一小时来吃饭，再你先讲一下。只怕中暑而已，我也怕中暑，大家不要中暑，大家要就是还在工作 ，OK OK， 就是要好讲什么，对，多喝水，以防中暑啦，大家多擦一点防晒。不来就汉白，不来就拜拜。那来就汉白。对啊，你来握我的那几秒，就是看我在洗。今天妆很浓哎、欸。汲取。没有，我真的哎、欸，他们都，你知道我老师都觉得我妆很浓，但我真的只有擦防晒加画我的眉毛。可是不觉得他的妆很浓吗？是要有个妆感。因为我没有上粉。对，有个妆感。你有粉？你有用粉底吗？没有。为什么我觉得你眼睛变小？记住啦，我记住你，对不起，我关门。我不难过，不要难过，我要怒吃。
移到这边来。应该很多人，对啊，大家要做好防晒。看看对啊，中暑天人可以来救我们。我会从匕首需要救求救，然后就会有旁边的人去帮你救了。对，帮你打一，哎，一在冰箱要在这里。110之类的，是有颜色的防晒吗？应该是吧，不知道哎、欸。被迷昏可以吗？可以，但是记得要休息。谢谢。好，自己来哦。好，谢谢。好，待会爆炸。为什么？好香啊！一定要看到眼前。这边，这边有手帕。嗯。这个包挺好，真。麻烦自己不能来哦。你想把我送去哪里？你是被他拆手套的，我刚才要抓，然后他还没拆手套。等一下，看看我吗？嘿嘿，没好。我嘿嘿，我白白，这给你哦，放着。我不能吃嘛。上面有贴、啊。我不能吃这个，我应该可以。为什么会卡在牙？因为我啊，不是啊，我可以帮你拔。什么啦？屁股，我们超强，付钱就好。你就张嘴就好。我可以喂你。我在减肥。哦哦，我减肥，我要吃沙拉。减肥的话，这两个不是应该差不多吗？没有，这个应该会比较少一点吧。毕竟它是炸。它有味耶。我帮你把那个皮拔掉，不然都吃，不然这个剩皮，然后这个剩肉，该来吃。什么？我的手太粗，是不是？为什么手套放不进去？是不是大颠倒啊？没有吧？没有啊。完。之前也都转了。啊，好吧，好可惜，我没有记。真的。你走开。那才不是，我真的在减肥，我最近在吃沙拉。我不想吃沙拉。反正就有，好像又重新想了，没有关系啦，不会啦。我之前开学的时候吃了一堆沙拉，所以我就后悔了。过吗？沙拉很恐怖。就吃哦，很无聊。哦，对啊，沙拉真的很无聊，尤其是没有酱。不吃吗？我要自己弄。你咬一口，我不要。很大哎、欸，不要啊！我要那么可爱。你们很烦的、欸。我好可爱，我好不好？他压着什么香味了？他开始洗澡，他刚在洗澡。我开始给他看，他就会痒痒的。可以跟天使聊。注重礼貌，应该基本上都可以聊，然后不要聊到隐私就可以了。笑。你看嘴巴是甜甜圈，然后你又说可以笑。那我帮你剥好放旁边。好啊，一定是一个很可怕的画面。你放个。它才热热的。注重礼貌，对。像是就是。对，注重礼貌。然后，你好请谢谢的部分，不是就是，就是礼貌的部分。你会不会讲不礼貌跟礼貌的话？要可以讲的那种。不礼貌跟礼貌的话，就是一个反差的感觉。就这句话讲起来这样子是礼貌，应该可以这句话讲起来这样子是不礼貌。你可以，你有想法吗？我的名字是不礼貌的。你很烦哎、欸。我很难过。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非常可以哦，这个是应该还可以，我目前是有在涉略的。就像你长得很丑，跟你长得不协调，这样分你外面，你有点不对称这样。你这是你不美丽这样子，你不美丽可以改成，可以改成。哦、好，够了，对对，就是这样子，就这样。要不要朋友？不要啊，不要啦，朋友这样很奇怪。这样子可以吗？什么东西可以吗？跟瑞鸟还能可以啊，可以啊，非常可以啊。打不开，没有不行的地方。我发现这个比巴菜，它的肉只有一点点。你先吃啊，我等一下。不能公布品牌。你别当黑名单。今天天气真好，我跟你讲，今天天气，哎，你觉得今天天气真好，讲完要怎么接？是不是很难接？不能接啦。今天天气真好。对啊，我也觉得今天真好，没了，没了。我觉得不好，也没了，没了，直接大爆了。先不要。他们怎么会用话题呢？这个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们一定会有准备，所以其实你们可以不用太紧张。但你们有准备当然是更好的。讲完天气真好，结果马上下大雨。谢谢妈妈姐的掌声鼓励。
胶粉。还有什么？哦，酱泥泥控。那辣椒酱。嗯，那好像会辣。放开。喜欢的问题哦，我们可以一起看。那今天天空什么颜色？粉红色。这一节教室团结合作。有点失败。你们很烦，我帮你们开好吧。我喜欢。没了。他有点油油的。他是我们三个之中唯一都入境的人哎，好感动哦！我都在胡椒粉。哦耶，那个没有胡椒粉，他被灵性了。有没有？应该倒在哪？就那，你放在盘上啊。哦，你放一张一张，当然是，我觉得都可以，其实。啊，他旁边有那个，有水。对，我喜欢一百张，我喜欢一千张。没有了，开玩笑，就是都可以啊，看你们喜欢怎么样。其实我没什么意见。嘴巴挺牛起来。OK 啊。哦，这么大。开心哦。好吃。怎么了？笑到我都忘记笑那么开心。我要掉下来。眉毛掉下来。我没有眉毛。笑不住。你很烦呢。很悲伤。一张讲完，对啊，你一张讲完。你讲完一句话就直接没了。囧到爆。惊喜吧。韩团可以聊哪些团？都可以。你喜欢哪一团，我就跟你聊哪一团。你是中了，就是躲太阳，也是可以，这样比较不会中暑。所以你们看我今天做的指甲，但我只有做一只手，至于为什么，就是因为时间不够，要回来跟你们直播，回来见你们，所以我只有做一只手。你去干嘛？啊，不是，我是找柏林弄的。哦，自己做只做一只手，很酷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好看吧？而且这还是卡比，对，不要胶。卡比，要吃肥，超可爱的。然后，这些就是啥？谢谢。看吧，你们要生菜沙拉哦，要在自己。好，那你要帮我拿。好，料生菜沙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柏林做的。谢谢柏林，谢谢柏林，我爱柏林。大家可以去听柏林昨天的。那你们要吗？他们有这个，他们很满足。谢谢。他们我害怕收绿色的东西。不要挑食好不好？那你要酱吗？不、哦，我不用。我就挑，就挑。卡比念卡比啊，卡比。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大家要去听一下柏林昨天发的 cover 哦，很棒，柏林很厉害，耶、！谢谢阿子，夏日花开正当时。我朋友有点疯了，他刚听音乐，然后在那边甩头，害我笑了。可爱，可爱。Of course， 答应你们的事情还是会做到。尬的，这块很大。虽然我觉得我可能会热死，但是没办法，我答应你们了，好吗？一定会做到的，不用担心。那我出去了，拜拜。想听我的 cover 吗？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啊，在3月14号的时候，可以去翻我的 IG。之后应该还是会发啦，嗨摄影师 ，hello hello， 大家也可以跟我聊那个怎样，大家也可以跟我聊那个，哦，一日 staff 体验，这啥偷偷搞的，哎呀，一日 staff。一日 staff， 我的手腕很好很好。这种菜到底怎么拍？真的很难拍，等一下，先让我吃完这一口。没淹死，什么啦？他淹死。
我也想夏天不要一直去挑食。好像看新闻。对啊，死很多人，真的。要不要有人？哦，很多人去世。对，大家小心点，大家小心。对啊，大家要小心点。大家不管是就是不管怎样都要小心一点。大家记得戴口罩，不要再不戴口罩。我没有不会念好吗？我刚刚是念 safe 对不对？对。对啊，是你们自己有这种问题，好不好？一直在那边听成 safe， 搞什么东西啊？单眼相机，我跟你们说，那个害人敏君，就是他就一台嘛，然后你拍动态的时候，你要一直对焦，然后你对焦就要按那个荧幕，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按了那个荧幕之后呢？他没有对到焦，他就一直我一直按肉肉的脸，我一直这样戳肉，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我就是没有按到。我是第一次拍嘛，对啊，我是第一次拍，还蛮开心的。反正我就对到后面的 dancer， 像是阿潘啊、柏林、小晴之类的，我一直对到后面的人，然后一直按一直按，还是没有对到。OK fine， 反正我也不是做这个职业。嗨，切耳朵。会是人物吗？什么意思？应该是不会，大家不要对抢红包吗？一直在肉肉脸，红包也不是在肉肉的脸吧？谢柠檬的枫叶，谢金米粥的枫叶，慢慢吃 ，OK OK， 慢慢吃。嗯，听不到，他这与世隔绝。我对啊，哦是你，我慢啊，我超慢，拿手机啊，我有点饱了，没事，当然是不行啊，怎么可能呢，米什，我没有做直播的那个，我确实，直播肉拍的那几段瑞士，我拍的肉肉也很好看吧，哦，那就不要吃鸡腿，什么？你也买了几个、啊？谢谢切尔多的星之冠，买了四个吧，一人一个，哎、欸、五个，所以你吃了两个，两个半，你开个玩笑，我也是想，因为他说买四送一，买了，他叫我吃，他叫我吃掉哎、欸，然后我没吃，他还是脑波很弱的朋友，超弱，我的胃脑波也很弱。我们脑波都蛮弱，买个口红三针就没了。什么说？话题？好看啊，对啊，好看好不好？差一万二就有皮卡丘特效，什么意思？是你们在弄一万，还是我在播一万二？我在播一万二也太久了一点。我想通过那个可以按键，可以按键，加油，他不知道，可以啊，他在聊什么？我放弃。他是鸭子，他是鸭子。可以啊，那你们去按，你们我跟你们讲解一下那个，反正它就是一个圆、嗯，然后对中间那个按完之后，中间正下方那个再按一次，先按中间，再按最下方。好，希望你们不按错了。我就开始。你要等它亮才可以按哦，姐。这个，对。你相信他吗？我不相信啊！他在警报还潇洒，会，答应你们事情会做到好吗？会做到的。那这次有什么义务？没有哎、欸，我跟你们说，握手会上第一次握手会，第一次握手会的，第一次握手会的衣服是跟我对面正在吃饭的那位小姐拿饮料的朋友借，跟我借。放胶收钱，收钱。但是我不会讲是哪一部，我刚刚讲过，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我自己想要保持一点神秘感，然后我两部都会有你们喜欢的东西啦，我觉得，所以我就不讲是有哪一部，哪一部是什么。影响哎，或者会不会规定？谢谢一，我吃皮啊。那个，我不敢吃。这个可以21881314的，这是什么？金话筒，还有18852099的金话筒，谢谢您。现在有多少？我就吃的。那是昨天晚上。第一没有，第二次不是，第一次是。好恶心。那蟑螂爬过。为什么可以跟我告白吗？当然可以啊。
跟我告白。谢喽谢喽，跟我告白，我会拒绝你。请跟我告白。够咯够。我很缺啊，哦，二单哦，对对，那件猫咪不算衬衫啦，就那件猫咪连身裙也是 TP 的，它是我的衣服供应商，因为我跟他身高相似。好贱，我也想见你。不好意思，你太高了。那件上衣要变长裙。好难过，我也想借别人上衣要变长裙。生日会那件也是跟哪一个朋友？对，生日会那一件也是跟他借的，他就是我的衣服供应商。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穿得很辣的朋友吗？就是他，是吗？有这种传说？我帮你造了一个传说。你有时候会穿就是半截衣服啊？你再帮我造一个，我长得很正常说。应该是没有啦，应该是没有这个传说。应该是不要跟我讲的，你要是我啦。你有一个胸很大的朋友等下来，你拒绝他，胸很大的传说会拒绝你。告白被拒绝吗？应该是不知道哎、欸，你要来跟我告白，我才知道怎么回啊。所以今天是要来开？当然不是啊，怎么可能？他今天就是来跟我们参，我们就是来玩的，就是端午节的部分。端午节凑个热闹。很久没见。对啊，很久没见，我们很久没见。出来烟火。什么烟火？烟火。练火。哦，练火。像祖祖那样差不多，但是他的身高跟祖祖差很多。你吃这个、啊，我快吐了。大家觉得这是迷你控怎么样？你喜欢吃这个，可是我这个快吐了。很好看，对不对？嗯，很美。我也想吃，他被我抠掉，算了。什么意思？不会，你会想到它的价钱吗？一般人都出外面做，是我要先付钱的。对，好问题，算了。我这样脱手套给你看。为什么你手套上面蓝蓝的？因为它是纸胶带，就会粘在上面。OK OK， 送给他，送给他。很厉害吗？谢开心，谢开心。你是不是要讲了？然后我止住了，可以来止住了。嗯，我在对面几乎都被挡到，太难过了吧。我这跟主任跑吗？当然是没有啊。我今天有立蛋吗？没有哦。说到立蛋，大家可以再去看一次我。我那个影片哦。不想说他。Trouble， 他们手话咬破我。好瞎、哦，他可以唱出来。你好瞎哦！瞎你手挂，你手挂。哈哈哈！这里空掉了。小心啊！没有，你要再近一点。这是他的残渣长这样。对，他手你手伸出来。对，我会变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怕回去。你会吃哎、欸。教学环节很有趣，可惜最后没有跟大家说再见。对啊，可惜没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年龄的关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还有机会再，应该有吧？不知道，要看下次。丑八鸡，没有，他们在吃炸鸡。在地板缝里吗？没错没错，没有犯规，好不好？没有犯规。你好贴心，戳破手套吗？对啊，他戳破手套了。他是用咬的。你是用咬的？对啊，厉害的。对，然后就破了。手痛吗？这个粉粉，我不要再碰这个东西。他要咬，我想喝饮料。可乐。我不要。杨枝甘露。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要去拿饮料了。其实我刚刚有看到，想说要不要买。我想买。那个、欸，他们都排好长队，然后我就不是可以外卖吗？可以吗？可以吗？我不知道，我以为我没有喝过那个，我以为你们是外卖专家。我们都比较跟瑞尼一样喜欢咬人吗？没有了，他不喜欢，都是我咬他。没有来吗？他怎么直接？没有没有，不是，这是不是啦？哎、欸，各位姐，不是啦，不是啦，不是这个，他直接在外面。我
有朋友来，对，又有朋友来。哦。关门，保佑。厉害吧？你是你有瘦吗？没有，有吗？他是动得多，吃得也多。给你，对啊，你动得多哎、欸，姐。哇塞，你还要懂装哎、欸，懂装。他懂装，会用哎、欸，我超会装的，我防疫小达人、欸。防疫 master。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我突然搞错。我还在以为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东西、啊，结果他自己剪的，我跟你讲，他自己剪的，我妈给我剪的，因为我妈没有辅导剪，为什么可能？他直接剪的，书桌小精灵，把牙齿放在枕头底下，再帮你剪过去啊！你们要吃吗？哎，我让我跟他换泳装，那一条高，不是泳装，懂装，就他戴了口罩，但他现在就是戴在公共交通设施上。都要戴口罩嘛，然后他就有扯到厉害，一定是 TP 了，一定是 TP 了，还是 Trouble 你要喝饮料吗？你要去拿杯子。然后他就戴了一个那个是叫装口罩的，就是装口罩的袋子。口罩套，对，口罩套。然后那个谁，曾一真就说懂装，懂装，懂装哦。Trouble 什么？你不要听桌子了，他们会地震。惶恐地震，请道歉。道歉，对不起，我不提。现在妈妈只有医用口罩。你在嗨什么？因为我想吃鸡腿。不给你吃啊！不给你吃啊！我只让你吃鼻血。给你吃这个，给你吃这个。玛格丽特。你会胖哎、欸！你已经可以了。你是变胖，你会胖啊？他吃这个也会胖啊，但至少还有肉。为什么大便少？太胖了，跟我一样。我刚刚也在那边说不进去。我咬破我的手套，是有问题吧？我咬破我的手套，你要看我咬破我的手套。好吵，还凶我、欸！我都在旁边练舞哎、欸，在旁边，我们就是邻居 neighborhood。我每次都没有看到你，因为我不能。哎、欸，我有次班想要去看你的班。等一下，我们现在要重新来一次。尊一尊，鸭子 ，TB， 瑞婷，可以吗？我是最美的。什么？在我面前？我有传说。我第二，我第二，不是大奶传说。哎、欸，哦，对，那不是传说，抱歉。我要，我要买禁言，我要 B B， 我帮你打他，禁言章，禁言，你又禁言。嗯，好久没有吃了。好奇瑞婷在朋友圈中是比较被宠，你很早哎，拒绝。好奇瑞婷在朋友圈中是比较被宠的那一个吗？是，算是，对，是。他吃我的饭。什么？我算是被宠的吗？我算是被宠的那个。突然想到迷你狂，那我呢？你是被欺负的那个，你是被欺负的那个。有件超难，请说，请说。我可以请喝饮料，给你看。嗯，那是蜂蜜。那个不是我讲的，大家，我可是小天使，不好意思，我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这不是我的问题。对啊，对啊，真的不是我的问题，真的不是我，我真的不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就看到他们笑，我就笑了，就是。被怪在没有来的朋友身上。有啦，知道啦，那个，哦，不能讲。你也想不出啊 ？Sorry， 你碰到林毅家庭，对，眼睛很小。合体，我眼睛很小。哇哇哇！不行，不行，你们两个都给我禁言，这样可以讲吗？你刚才都被禁言，你很糟哎。我还撑了十分钟，给二十分钟。你太弱了。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也觉得很感动。天使的朋友是恶魔。对啊，天使的朋友是恶魔。天使的朋友都不是天使。你对，现在是天使的朋友都不是天使。那原味啊，那是什么
辣酱，你应该不能吃，你可以吃辣。其实它没有很辣，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辣酱。那不辣啊，你吃。它应该你就不辣。抱歉啊。这个酱真的没有很辣，相信我，我的不辣真的真的。谢阿正的红包，谢阿正。谢谢华华的事业幸运草，谢谢华华的花枝精粹，花枝精粹，花枝精粹，谢谢。玛格丽特，哇，好多番茄。谢谢吞的事业幸运草，谢谢华华的花枝精粹。那、哦、我下个礼拜。尤西呼噜，是吗？呼噜。你不要看，下礼拜了。你看啥？你有没有加冰？我刚刚是不是冷？这不是我包的问题了，这已经不是我包的问题了。我叫你过。禁言了，禁言了。你知道我多少？我跟你讲，你把它拉到这里，然后就没人看的时候，它很脏。哎，对啊，我都拉到这上面，看起来比较瘦。对，但衣服穿这样的话，就拉到这，不能只做这一件，就像露一条一样。超脏、嗯！不要坐下就看不出来。再说你就你的性格，可是我看你刚刚抽的蛮多的、啊，蛮好的东西。那握手会拎？会啦，一定会，怎么可能会一直做一直没做？太坑了吧！嗯对啊，这是我新买的。什么什么看不到？我是很专业，眼睛里面都有那个光的那个。专业吧，专业光。为了他们去买的。哇哇操！我入镜了。我可以做表情包。好啊，一千中五万，好吧，华华没有关系，华华不要难过。谢谢华华的猪猪你哦，谢谢华华。请不要做梗图，谢谢。换头贴，换头贴。我可以换群主贴。截图。天使背后没有偶包，只有翅膀。没错啦，不同才有偶包。哎、欸，有吧？应该是有啦。是他们，他们有那个脂肪包的部分。我脂肪包怎么美丽？怎么不美丽？我的朋友，我是我的朋友，我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朋友们，谢谢 Tuna 的许愿瓶。哎、欸，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你们可以自己播，把我的音乐关掉。我的校歌。不要哦。校歌。那、啊、你那校歌你是什么学校的？好哦。那我播你学校的校歌。谢谢Tuna的好搭档，你们两个真的禁言了，禁言了。好吵好吵，我们不能自己开聊天室。现在突然我是优良朋友，对啊，他最正常。燕玲在吃，哪里在？燕玲你就吃吧，你就吃就不要讲。不用胖吗？鸭子鸭子你就吃吧。你在讲什么？那不要胖胖讲。你在在讲什么？胖胖讲我名字。哦。我说鸭子没有，我说鸭子，我说鸭子。你出了 trouble 哎、欸！你 trouble 呢？你又 trouble 大 trouble！ 你看 trouble， 脂肪 trouble， 吃。玩玩。没事，你可以塞到。朋友会唱哎、欸，你们会唱我们的歌吗？哪一首？都可以。其实我都不会。你没有传给我们？我有去查，我去查，我有去看 MV， 忘了是哪一首。那个很多人，然后哇哇，然后我不对不起，我现在看我在找瑞婷，只盯着他。哎、欸，不要翻我白眼好不好？这是吼，有什么好翻白眼的？这不是我们老帅讲，不是你们啦，不是你们，你第四个，每一首都很多人。我要找这个，我一定可以找到。朋友们知道团名，一定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朋友们说，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跟风是我，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讲 Only Today。哎哎，看什么东西？是 Only Today 吧？现在问不用啊，他们就知道啊，你们知道吧？不要，知道，他知道吗？我们团名啊，知道啊，对啊，后面两个甚至是我的绰号呢，超强 ，T B， 没错 ，T A， 看你证明。红色那一条，不用啦，不用讲了。干嘛要这样？你们很逼迫哎、欸，为什么要这么逼迫呢？有什么意义吗？考试会考。老师在听。考试会考。小考。他们知道的可能不是正确的。不会啦，我们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会回去让他们发泄一百遍。老师说我加，老师说如果我抄了考卷就可以给我加十分。那你抄了吗？
还没。但是我就超，我就是没有尊严的人。你知道我每次是要考韩文都考很低，韩文十分，我两分，我两分。我记得也很低哦。你们真的是很坑哎、欸！我没有被人。我的理科分数是文科分数的一半。然后他就说：“大家不要学他们，他们都不认真读书。他就说要把我当掉，然后他就叫我交作业给他，要不然他要把我当掉。然后我就一直抄那个，就是考单子，然后就错了就要罚写十次，每一个十次，对、啊、然后就很多格嘛，然后每个都错，那我考不上，就每个纸都是黄的，还有考不上。然后他就叫我交那个，结果我最后写的都他还没看，我忘记了，哇，好聪明。”老师都是这种人，没有啦，他们都是假的不认真。我超认真的，那个讲自己认真的就一定最不认真。我真的超认真的，这我都不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难过。他不怪我是聪明，不是，超聪明。我觉得他们不是上排列，我是另外一方面的聪明。然后因为我们就写，因为我们分工具和数学，数学就老师，工具是那个你在讲什么？再讲一次。你们很烦。公卷和私卷，然后公卷就是那个附在课本旁边。你不要讲太多，不要讲太多。然后你就考很高，对，总结对不对？对，是吧？是总结。OK OK。然后就干，我怎么是尬的？尬的。不救！天哪！不要禁言我，我不救他的话。我怎么那么笨啊？啊！那我每一题都写出来了，然后都错，我超生气的。不要生气啊！要写出来就不会生气。你赶快吃你的鸡，你赶快吃你的炸鸡，吃多一点。我在吃披萨。他刚刚一脸无辜。你吃的披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太好看了，我看了，对，好好看。看我啊！问这跟这群朋友怎么收起来的？跟这群朋友怎么收起来的？就是莫名其妙就变熟了。交朋友就是这样嘛，就是莫名其妙就变熟了。对啊，对吧？对啊。好大声的！什么？朋友吃了，朋友都怪怪的啦哦，朋友哦，耶、yeah, 朋友，我不想吃番茄。TP 朋友，你怪怪的。鸭子朋友也怪怪的。番茄吗？吃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可是我不想吃番茄。嗨，晚上好，晚安晚安。哎、欸，我记得迷你控。对啊，对对对，跟你们分享一下迷你控的特殊经历，就是停电。超级惊悚的，就我们那时候啊，这有接到过电话吗？啊，为什么旁边没接麦？有接有错？什么？我看我是那种接太久，有点晒痕吗？是晒痕。哎，你是晒太多，然后贴什么？然后那一块是白的，那块就白的，然后就贴整天，好笑哦。是啊，就很你的字跟别人长得不一样，还一圈白白的啊，自带光环。聚光灯，你看我的鸡，应该热，真的热。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的脚。Oh, sorry， 就那一天，就是我们原本在五分钟吧，在几分钟就要彩排了，然后结果那天就是，对，我们在超热，真的超热，热到不行哦，真的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不是有时候，反正就那时候超可怕，就是他先按没有很多。他是按了一点点，然后那时候想说，应该可能就只是在，就修东西啊什么的，应该很快就好吧。我不知道停电欸，然后结果在大概几秒钟，在几秒钟之后，你没有听说是不是？我还是要讲，就是，哈哈，我真是，我跟你们讲比较详细一点啊，就是跟你们讲比较详细一点。然后，等一下啦，然后。好，你们可以继续。然后就是，然后先按了一点点嘛，然后按了一点点之后呢，就是就突然按全部，然后我就吓到，就是好像林杰还不知道谁尖叫，就按了，然后林杰就在那边喊说好可怕，好可怕。林杰他在那边喊好可怕，林杰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然后你们要去。
裤了。哎、欸，什么意思？然后，然后，然后，然后林姐，然后那个谁雨晴就说：“那我们现在来讲鬼故事吧，就是超故意那种。”然后就停电之后呢，就是，结果我们就开手电筒嘛，然后开一开，不知道谁就说：“哎、欸，这很像那个绿草地上的奇迹。”然后他们就开始唱绿草地上的奇迹，超好笑。他们在一定是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唱完之后，就突然停电，就觉得突然停电就吓到，然后想说：“嗯、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结果，吓到，结果，然后之后我们就先围一圈讨论 MC， 然后 MC 讨论完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又可以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就想啊，那我们有手电筒，就手机的手电筒嘛。然后我们就用手机的手电筒，就是摆在地板上，每一个号码摆一个手机的手电筒，然后就摆在那就很亮，就还蛮亮的。其实，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面一直练。就是数拍啊，用手机放音乐什么的。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大跳，因为我们还要装法，就会很乱，就会很乱。然后就是结果，但是我们怕可能会没有时间什么，不会啦，不会踩到手机，所以就用手电筒。然后结果就可能原本小跳小跳，就不知道怎样拍一拍，就突然变大跳，然后又没有冷气，就是很热。就很热，所以呢，就大跳完就整身都是汗，就完全就脸都是红的，然后就很热就对了，然后刘海粘在额头上啊，然后头发就是逼不得已还是要绑起来，对，反正就很热啦。然后之后恢复的那一瞬间就哇，就打开，对，就是还蛮特别的经验。但是话说这两次教学都是。一起想的，一起想的，好恐怖啊！你不要，不要叫人家。一起想的，一起想的，教学的口号是我们这一组 MC 一起想，然后开门的话是我自己想的。就是给我开门哦！我们原本是想说是给我开门哦，这样可能比较温柔一点，但是。就是一家就说不有趣啦，然后觉得好像真的蛮不有趣，就在开门，对，就这样。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就是这样。很热很热，真的很热，超热，热到不行。你看林俊你在干嘛？因为我的刘海会跟我的头发混在一起，所以不需要把我头发和刘海挑出来。哎、欸，我也会，我也会。它在一条，我也会，我也会。我就把它很烦哎、欸，它塞在后面去。然后它嘴，但是你塞到后面去的时候，你的刘海就有空隙，它就乱掉。对，那、啊、你的刘海有空隙？我有，这里有。你没有？我有，我有，我有。啊，叔叔，你要秃头了？再讲一次。不要，没事的，没事。你知道吃法现在很流行，要雾眉呀，要雾眉。你先去雾你的眉，算了，你不雾我，就会怕啊，会痛。就什么好怕的？会痛的，他会拿针在那边戳我。你又不会有太大力。是我的小手手里面抠它，是一个热水。完全是后天，那天其实好，后天更热吗？真的，那天就已经很热了，我觉得。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吧。那天是礼拜天。嗯，不听话。什么？你干嘛看头粉？对，那个不太看。他那天比较怕午后雷声。没有头粉。你没有想要问我朋友什么问题？头粉。不玩我。他们那边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那个三个灯暗。抢答，真的。哎呦，不要问小学生。我的衣服超可爱，谢谢谢谢。我第一次穿那套衣服，我也觉得蛮可爱的。还是有问题想问我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吃吗？哎、欸，能吃饱是不是？对，我在想我们再吃一片。再吃一片。再吃一片。看我上一句话，不成比例。再吃一片啦。不要动肩膀，我感觉得到。下跪的玫瑰在干嘛啦？
啊，下礼拜几啊？下礼拜几？下礼拜三。是。明天我都不知道年假。我没有年假。我要连火，我有后天要干活。我下课。我会的。我很闲哎。那你们要捆绑？据说是外面，对，好像有听说。你根本不是那个老板。哦，他问你们有要问什么？不用啊，就听我们讲一堆，看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啊。我做哎，我有做什么蠢事吗？没有吧。蠢事？没有吧？我应该不算会出丑。做蠢事的都。对啊，对啊，做蠢事的都不。谢谢你们那么喜欢我。我应该没有，我没有吧？有吗？只有吃发而已。哦，我刚刚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可以出发，我打算吃发，然后有照片佐证，很烦哎，就大概这样，就是这种。啊，这个不好卡，所以这个问题很尴尬。他问说，你朋友觉得我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有眉毛哎，这不是最大的优点，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啊，我们想一下，我喜欢有眉毛的。谢谢最大的油。太多了，想不出来。我真的要想不行了。太多了，想不出来。很会讲话，很会讲话，鸭子很会讲话，鸭子很会讲话。什么都是皮啊，好烦哦。不要吃皮啊，超胖的。这是我的皮，我多胖。提供一件跟瑞婷的趣事。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有趣。对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很觉得。你怎么讲？讲什么？你要打字呀、啊？别人会吗？上字幕，我们上字幕。你要讲什么？他还没讲到。OK。好，没有讲什么。对啊。哦。别人会吗？觉得。你要讲的，那之前不是有那个吗？那个摇摇椅，哈？啊，你说那个我们学校前面有那个哦一哦，然后嘞，然后那个你说绝驴叫吗？啊，就是那时候我跟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吃饭，然后我们就突然想到驴子是怎么叫。真的，哎，我是哎，你手机找一下驴子怎么叫，然后我们就想到，哎，驴是怎么叫，是吧？是这样吧？你也忘了，对啊，我也忘了，反正就差不多这种。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哎，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驴子怎么叫？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查驴子怎么叫，然后他们就开始学驴叫。我听一下，我没有参与到哎。我的妈！我的妈！他出事了！他这样，他嗷嗷叫哎！哇！怎么帮他们学那个？但我发现现在有比驴子还要更好笑。驴子是这样叫。你们不要随便乱，反正就是驴子的叫声。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学驴子叫声。好，请说。嗯，那个摇摇也像摇驴子。哦，是吗？是吗？是哦，不是吧？我记得是因为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怎么教，它可以变声，是吧？它就会变男生，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帅，我喜欢。请问你们绰号的由来是什么？曾一真是因为很像，名字很像，曾一真。英文名字。对 ，TB 就是他的英文名。鸭子就是他长得像鸭子，就这么简单。呱呱，很真实哦。就这么简单。谢小正枫叶。没，你吃完了？我操！我有学吗？有啊，我有学。什么玩意儿？不是很赞吗？是女神，女神，我想要长相这样。你看我爸。好的，有，我有跟他们讲，但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会需要禁言。我闭嘴。我有跟他们讲，长得像鸭子。那他就长得长这样吗？叫声你只是闪电鸟，你们知道闪电鸟的叫声吗？不知道，你查一下闪电鸟台配叫声，还蛮好笑。他叫到破音，闪电的部分。真的啦，我是假的鸟，我还是真的。鸟是，它是什么？神奇宝贝啊！
有鸟叫闪电的，还是蛮厉害的。你要听吗？你要？你要听吗？你要听？你要听吗？你要听？你要听？那边好像日本的。是啊。那是泰国的。什么啦？哦，又禁言了啦。因为他如果用日文讲，应该蛮正常的，要不然中文就会超怪。闪电，那闪电鸟不是皮卡丘，好不好？哦，不是皮卡丘，你刚刚不是说皮卡丘？神奇宝贝不是闪电鸟吗？它不是红色。啊，神奇宝贝不就是皮卡丘吗？好了，可以算是了。什么那个门开？史瑞克那只驴。我哥。我朋友。不好意思。啊？可以啊，你可以讲话，他们都有讲话。你们两个先禁言。你去关门，他现在干嘛？我的朋友玩，哎、欸，你们有玩动森吗？有，我有，我有。好好玩，好喜欢。没有，只有他有玩，只有一个人有玩。他很疗愈。有，我有注意他们讲话了，大家不要紧张，我会注意的，都禁言。好可怕。呀，怎么了？你很想，你很喜欢我那位朋友是吗？真的是，对啊，就是跟朋友聚在一起才会有这些事情。但我觉得你长得很丑，你现在很丑啊，可是长得更丑。有玩的那位很激动，不会啊，不会全部都禁言啦，还有一个模范朋友。嘿、hey, ，我模范。还知道神奇宝贝哦，我一直都叫他们神奇宝贝，还算知道吧。就从我小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只很可爱，卡比狗。模范们自己讲吗？自己讲。哎、欸，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学习单挑眉。单挑眉？啊，你们会吗？各自挑一边吗？对对对，我可以一边往下，一边往上。我也可以一边往下。叫我画完眉毛后。这样有吗？我看，我看，我看，有哎、欸、哎、欸，你会哎、欸，好好哦，你会吗？你会吗？你不行，你两边，我可以波浪。那你要嘲讽别人的时候会？不对啊，我就用。我在练习鼻孔有大。我在练习就是单挑眉，我也挺好，我还没学会，我在练习，很难哎、欸，不行，我现在，而且有些人。我给你们看一下眉毛，我这有些人的眉毛，单挑眉是后面会动，但是我现在都只有前面会动。我不是内双吗？然后他就直接不见，是不是？对，他就直接不见。然后他帮我画的时候，他就尖画一条，然后叫我张开眼，然后他看不到，然后他就继续画，然后张开又看不到，就是画一半，然后我整个眼皮都要眼睛，你知道整个都涂黑了。然后我张开眼睛还看不到，然后闭上眼睛就超可怕。那我这种练习可以吗？应该可以吧，反正我戴口罩就不会有很臭的部分，应该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有刘海，所以应该是看不到，所以对，很难欸，我也想要学，你是原本就会哦、喔，好好哦、喔，很帅欸，对啊，可是好像可以练的样子。单挑眉遗传？请问你有单挑眉遗传吗？隐形肌，美人尖的部分，我有欸。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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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但你没有看到我额头、欸，算是没什么。我当然，这路线就没有问题。就是你不要挑眉，就是单挑眉。哈哈哈！很知性，很难欸。我告诉你啊，就注意别人。哎、欸，真的跳不了。你怎么脚都单挑？你脚就变成单挑眉。两边都可以哦。你很烦。咦，挺帅。嗯，到这都流口汗。不行啦，不行，太难了。不行，对不对？不行，嗯，就脱掉了。对啊，好，没关系。我不用可以耶，真好。这次，好好哦。你是动后面，对不对？我
哎、欸，你是整个洞，有人可以只到后半段，你知道吗？什么洞？后半段？啊、怎样啊？你可以把那个眉毛画前面一点。哦，后半段，只有这样而已。两个点啊，两个点。成功才进入，那你们可能要看到官播。遗传有眉毛，跟遗传会单挑眉选一个的话，当然是遗传有眉毛啊，怎么可能会遗传选单挑？不是你选单挑眉的话，你没有眉毛，你看起来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哎、欸。眉毛。对吧？这是一个那个，好像没在动。有啦，我怕我太丑，我会动耳，哎、欸，我不会动耳朵、欸，你们会动耳朵吗？不会，我会动膝盖哎、欸。我也会动什么？它会上下移，它会动耳朵、啊。哎呦，可怕！好厉害哦！ Yeah. 好厉害哦！是什么地方的肌肉在动？耳朵这一块吧，这里，这里是天生。我以前会，但我现在不会。然后就动它。我不会，我不行。但我会这个，我最近发现。什么？那什么？啊、哦，好痛！我算了。可以吗？你可以吗？很痛。你可以啊。嗯哇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没有特解。可是这个听说破音，这个听说是世界上1%的人才可以做。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边肉比较多，所以这样容易碰扎。我没有，我没有。我要断。我啦，我。我们不行，对不对？可以啊，你不行啊。不会痛，不会痛，我帮你。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只是你会不会？你弄，我要看。不行。你们知道 TWICE 的多险吗？就他有在节目上面做过这个，然后他说好像是只有世界上1%的人可以做，然后我就试了一下，说哎、欸、我会，可以，我没让 diss 那两个，我们会动得动，耳朵跟手，我没有手指，我们嘴巴不行哦，好难过，我们人多势众，我跟你动耳朵比赛。大家脸部肌肉都很发达，动膝盖是脱臼吗？动膝盖是脱臼吗？动膝盖是脱臼吗？我没脱臼哎，我还可以走路。那不确定哎，其实是好问题。没有眉毛是叫蒙娜丽莎？不是啦，怎么啦？我可以当经典名号。你怕练习赛去握手的时候大拇指是脱臼状？大家小心一点的，这就是遗传，这是遗传问题。哎，我给你们看一个特技，就是，这样，然后我可以穿过，不是。体操国手，然后在那边跟人家比这个，新项目，有看到吗？我刚成功了，这样子，超迷你的感觉，然后感觉，哈哈哈哈哈，一二，感觉，说只体操国手，那是小幼，那是小，感觉是关节，但应该是天生的啦，就是，而且我以前小时候还特别喜欢玩这种东西，但是我的钢琴老师说他跟我说不要这样玩。因为手指就不对手指不太好，之后我就，所以在座朋友们都会弹钢琴没有啦，没有啦。啊，会弹钢琴吗？学过一点点，有些人有学，有些人没学。哪都不会，学完就忘了。这不是变音，这关节功能厉害吧？厉害吧？这是我特殊技能，跟你们提前分享一下。好，脚趾也这样吗？脚趾不行啦，脚趾太短了啦。脚趾是要怎样？会断脚趾。脚趾太短了，脚趾。哎、欸，我昨天对我谢谢大家掌声鼓励，下一个脚趾的困扰哎，夹不起来东西了，我脚趾夹东西。什么？不是，但有时候捡东西。好，我不想知道。因为我昨天穿新的鞋子，因为我们是什么？借东西穿一双
鞋子，然后鞋怎样太小？就是它不是太小，是它是合的，只是我的脚比较宽，然后那双真的我脚比较宽，然后那双鞋就是比较窄的版型。那你就要穿大一号的、啊。大哥来不及已经买了，我买了之后很痛的，还要扛。然后穿了之后，但就不会飞出去了。正常鞋最好就是啊。然后穿了之后就是，它也挤到我小拇指，然后我很怕我小拇指会变形。就是人家穿都觉得像是裹小脚，裹小脚，滑照裹小脚。你只能用右手大拇指碰到左手手腕。谢喽谢喽，大家都会哦，大家都会哦。邪教。阿B山，谢喽谢喽。碰到那里吗？不行吧，我不行，你可以哦。我不行啊。我想说你是，我碰不到别人，我碰不到自己。讲什么？不行，他怎么会可以叫我这么折？然后问完就送一个，今天出现石膏，不要了，不要了，手指长也折不出来吧？手指长哦，不会啊，我手指算长，但手算小，手指会，那就完了，短短，我手指算比较长一点，但是手算小。因为我们表演这样看就蛮大的，没有。然后还有看腿很短，我就跟长腿一样。你腿真的很短啊？没事的。我以为你腿很短就讨厌你。如果问他们的问题。哎、欸，你们快吃完了，战力不错。跟他说已经吃完了，已经吃完了、啊、已经吃完了吗？差不多了。第三题，我全怕。我看，你其实真的好饱。小朋友很挑食。嗯，抱歉，我还真胖，我不知道怎么挑食的可以胖。因为挑是营养东西啊。哦，好吧。他都喜欢打卡送肉。哈哈哈哈哈哈！你打卡要送肉还是送咸酒肉？他关掉。当然没有，不可能，不可能，太危险。对，它变得虽然看不出来，但是也不会啊，就是很怪，蛮怪的。不觉得朋友来握手会蛮怪的，就是蛮奇怪的，我觉得蛮奇怪的。我现在可以握，很有劲吗？嘿嘿嘿，那我推荐他们全国。什么意思？不会，我不会让他们去过其他人，他们也不会去过其他人，他们敢去过就被我剁断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啦。食堂献给你的。你听错话题。请付钱。我被呛了吗？他说请付钱，听到听到。好啦好啦，我会付我会付。都付。他帮我买甜甜圈，算是他的付。我建议不可以握比较多次。很多次。可以可以。那、啊、吃完都好空虚，要是皮蛋就不空虚。你没有吃吧？不会哦，不会哦，大家不要想太多。有三明治，不要三明治。什么？你有三明治？有那个冰淇淋三明治。真的假的？什么口味？哎，我们学校有卖铜锣烧三明治。我们学校也有。铜锣烧三明治是什么？可是铜锣烧里面加三明治。不是冰淇淋啊！铜锣烧三明治，铜锣烧三明治到底什么东西？两片吐司里面中间夹铜锣烧，太难吃了吧？也太难吃了吧？我两个想的同样的东西就讲出，你要是吐司还是铜锣烧？我都要。耶，吐司，铜锣烧三明治，多无趣的人生啊！铜锣对啊，铜锣烧夹三明治感觉很饱，这三明治夹铜锣烧感觉很饱。铜锣烧怎么夹三明治？请问一下，铜锣烧夹三明治，这小三明治就很可爱。那也太小了吧，铜锣很复杂耶，它一层一层的，对啊，跟汉堡差不多。好的，云凤的话题我们再讨论。超卡的，你不舒服？有牙签吗？嗯，有牙签吗？有啊，但是在我的房间里。他这个好像门一样，那要给人弄掉过。我刚刚也想成冰淇淋，我没有，我逻辑清楚，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我没有逻辑都不清楚。铜锣烧不就是包红豆馅的三明治吗？
算是吧，但是三明吐司的部分是蛋糕。挂包三明治，挂包三明治是什么？加榨菜。那就是挂包啊，那不叫三明治，那不就叫挂包吗？对吧？嗯，挂包蛮好吃，在台南三明治。对啊，挂包蛮好吃的。花生粉。嗯，然后卤肉。是挂包啊。酸菜。都是一样，是吐司，面包夹的菜。不一样吧？挂包是馒头啊。好，然后打开你的那三明治，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以前朋友做了两片吐司夹，一片吐司的生夹。那就三片吐司欸，什么意思？两片吐司夹一片吐司的神奇料理，就是三片吐司欸。我笑到你了，你笑到我朋友了，你笑到我朋友，我朋友呛到了，因为他没有出来，他在卡里面。他就是三片吐司啊，还有屁吗？有趣，我不是很喜欢喝有趣的东西。你们今天有吃肉粽吗？没有，我为什么这么想要吃的？就来，你可以带来我家吃啊。你可以就这样拎着，然后特别真好啊。还有你，你可以来我家吃。我要搬电锅了。你可以把它买掉，你可以问你多少钱，你可以把它买掉，赚钱小撇步。可以收。二十哎。可是我觉得粽子，大家有吃吗？大家有吃吗？我也问一下粉丝们，大家有吃吗？哎，我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不是蘸粽子吗？你喜欢吃南北粽子还是北粽？冰粽。不要。不要在我这里站，大家不要在我这里站。可是没有加蛋，很可怕。冰粽好吃哦。那人都会加蛋，没有没有客家粽加蛋。那客家粽那不一样，我爱客家粽。客家人，客家人。人家不是在讲客家，我们在讲南部粽。可是客家在中部哎、欸，那就是中部粽。抱歉，精神。No no 可是我就是只上一颗粽。嗯，你这个端午节就一颗粽。吃了，没粽子吃哦，吃了这两颗，晚餐午餐的部分嘛。哎，我也没有来喂饱他自己，吃了三个，所以是早午晚都吃粽子嘛？那你很厉害耶！早午晚都吃粽子，好饱哦。就胀气。对啊，我今天中午吃完粽子的时候，我今天中午我到底讲什么？我今天中午本来没有要吃粽子，想说端午节好像该吃一下，然后我就吃粽子。然后加了甜辣酱，结果甜辣酱不小心加太多，然后就吃完粽子，想说好像还好嘛，就吃完一颗粽子好像也还好，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它直接膨胀，超饱，你就感觉到那个粽子在你的胃里长大，哎，没有这种感觉吗？好吧，结果我有吗？好饱，哎，你们战力很够哎。你们在吃光哎、欸，好猛！超棒。糯米其实不太好消化。我讨厌什么料？其实我粽子还好、欸，没有特别讨厌什么，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就粽子。中午吃汤圆，这是过错节，过错节。晚餐也是两个，太猛了吧？阿正，你超猛啊、欸！你不饱吗？饱死，撑饱哎。它会在你的肚子里面长大，变成巨大粽子。会有人把肉粽当耳环项链？不会啊，蛮可爱的、啊。除非是就真的肉粽当耳环项链，就还蛮特别的，蛮别致。粽子一定要有栗子啦。哎，记得你今天很少讲话的感觉，毕竟是糯米。对啊，粽子确实容易饱。我也觉得粽子真的很饱。为什么？因为没有准备上，应该不是吧？那种子背上的粽子也太好笑了一点。他让我今天吃好多甜，很健康。耳朵还菜吗？怎么？差不多。那我今天吃了。吃了啦。他还在那抹茶。巧克力抹茶还是有点。很烦哎。全盛时期可以四餐一
四颗一餐，四餐一颗，有那种四颗一餐，好厉害，会饱死吧？就是四颗一餐，你很饱，巧克力。等一下，牙上面都是巧克力，然后还吐了。这团很热。哎，你们有看 DD 五二吗？看柏林、嗡嗡、易云跟小青，还有美玲，没有在跟他们讲话。没有吃饱就安静，没有希望他们太吵，他们怕又被我禁言。对啊，他们都很棒，很可爱。柏林超可爱的，那根本就不能说我们。哇，受伤了。OK， 怎么可能？夏华的心之冠，哎，对不到，这不是我的问题。柏林超可爱的。太牛叉了。柏林超可爱的，超级不像他的。就另外一个面向的柏林，还是很可爱。还有美玲，然后柏林真的很强，反话的部分嘛。然后，小青，小青超可爱的，嗡嗡唱超好，柏林也唱的蛮好，嗡嗡真的唱超好的，嗡嗡真的唱超好的，易云也跳的超辣的啦，易云超帅，超辣。林允爱你，林允爱你，太棒了。他们都很厉害啊，大家刚补完的片段看，还有吃饱让你进。有时候甜辣酱就只要有甜辣酱就可以通，它甜辣酱很腻啊，我自己觉得。怎么还是跟我说他这边真的很强？他只是吃场了。这我真的是觉得没什么关系，不管是市场，就是真的很强，都好，可能对啊，很可爱啊，那个部分很可爱，超级的那种。那我给我们看一次一场舞曲，很可爱啊，很可爱，非常可爱的。那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老人家是打字姿势？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手上有巧克力啊。还没看完就睡着了。我眼镜，发我打字。我跟我妈都很积极嘛，这样的很积极的在看，会想吗？会啊，当然了，很想啊，非常的。我跟我妈都很积极的在看 DD 五二，然后我每次看到就是 TP 成员上，我就在那边哇。有时间的时候都很困嘛，那你我觉得起来是先不要补档补眠比较好啦。你们很无聊，你们很无聊哎、欸。然后也有几个，对，大家也要投票，要帮他们投票。然后就是还蛮认真在看。那时候我跟李彩杰在看艺人跳，然后李彩杰一直在那边尖叫。我八点起床，你怎么办起床了？真的假的？我是短床，
要底妆才会上后续的妆嘛，
然后我就一直不敢上后续的妆，不然我应该很早就完成。但我也没有，就是我也没有很晚完成啊，我也没有迟到。哦对，然后我这次念了那个开场气垫粉饼洁癖，对啊，有气垫粉饼洁癖。哎，我念了开场，哎，大家觉得怎么样？我都有复习耶，我念了开场，可爱吗？可爱吧。因为你知道 River 表情超酷，谢谢，这就是我要的，很帅，请说很帅，谢谢，这是我要的想法，这是我要的回馈，谢谢大家。跳的很可爱，跳的很可爱，哦，这个都是你抛的那个，真的是什么参赛者？谁说参赛者？感觉很专业嘛，真的假的？希望大家觉得很可爱。第二名，我对他很了解，感觉他就有点小，啊，你这样还是。很锐的，很可爱的意思吗？谢谢。我觉得还有表演。哦，这我哦，感觉很专业。语录，我在问我不是在问别人好吗？大家，开场一下，谢谢涛哥，谢谢涛哥。不用叫他编的。就是我要讲什么？我们上、哦、真的假的？他说跟我参赛的吗？另类啦，也是蛮可爱的，就是让人会心一笑。哦，会心一笑。Sorry。MC 的时候，他一直探头。那个音而且我这次意外的比较不紧张，就跟上次比起来，我上次真的很紧张，我上次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紧张，我这次意外的比较不紧张，我上次超级紧张，紧张到不行的那种，就直接就是。一整天，那上次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很紧张，不止昨天、前天、昨天，就上次的时候我两天表演前一天跟表演当天，我都很紧张。然后这次就没有那么紧张，然后连念开场的时候也没有很紧张。一样表现很好吗？谢谢谢谢。很帅啊！谢谢谢谢。下一次迷你控瑞婷就对啊对啊。谢金佑的 kiss 猪猪，瑞婷要表现很好，谢谢。希望我可以表现更好，我一定会表现的更好的，谢谢大家。我会表现的更好的哟，谢谢大家。就是不一样的理解。这首歌有点不是很理解。我就觉得，不知道买歌对啊，不知道买歌唱，在聊天呢，是不是？可以五元用。但我八点，哎，不用哎，可以晚课玩。回来了。谢谢马尔基的许愿瓶。哎，我有追踪哎。也不是吧，就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越来越好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就是我要笑的，我会越来越好的，拭目以待，拭目以待。你不是很好吗？就是很好跟你有去 mini pop 吗？真的、哦，好难得哦。坐哪里、啊？大家坐哪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大家坐哪里。哎，我看他是我们社团拐的，拐人，我超烦的。会一直看着 Randy， 谢谢谢谢。不同歌曲有不同的表情，真的。谢谢谢谢，坐在椅子上，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要站着吗？哎，来我海龟汤吧。侧面，真的好气，有在侧面。有奖跟没奖一样。场外啊、哦，你这有健身？那有看到我吗？有看到我也是啊，很好啊。右手边侧拍。大家觉得好，请说。一名男子很惧怕坐飞机，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不得不乘坐飞机在各国间出差来往。他每次都对于时差现象特别不适应。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跨州的国家后，下飞机后看了一下手表，显示的是早上7:12。他随后就哭着自杀了。为什么？我好像听过哎、欸，但我忘记了。对啊，我好像也听过，但是问题是，跨州的国家7:12。啊，这个考地理吗？我地理不好。
蛋，我地理不好、欸，你这会算错，你这很夸张。对对对，我每次那一种都没有对过。我那个都没有对过。我脑自杀了。有人挂了，车头位，真的、哦，他飞回家了。我看到 Ray， 有人挂了。在哪不见？我看到我表弟，他挂了。谢谢大家。他挂了，就他自杀，就他。啊不是，他飞到了其他人，有其他人，重要，很重要。他自杀的原因是内疚。谢谢金佑星之冠，是吓到，吓到，错过什么？现在突然没有直播间，没有，我想不起来，我不会，我一想到地理那个跨时就有恐惧，我就不敢猜。没事啊，不会算分数。我有，那也差不多跳过，我成长型跳过。嗯，我听过，但忘记了，忘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满满自己的乐谷。我哎、欸，对了，大家有看到日环食吗？你们有看到吗？我拍照。你们有去看吗？你们有去看吗？日环食。日偏台北。日环食。谢喽，谢了哥哥。很酷哎，我朋友拍我家的灯，然后跟我说。日环食，谢喽谢喽，最好是人家橘色的，你在那边，烦死了，差点就回家，没有去检查，我才发现有人有我有我，企鹅你错过我了，企鹅，有看到一点，没有看转播的，去花看再也没瞎掉，哎、欸、眼睛要小心哎、欸。不要直接看，那个感谢阿贵这哎，你们一起去看哦，哇，真是别特别的友情，没有在乌梅躲太阳，谢马姐掌声鼓励，在乌梅场外有拍到日偏食是吗？我一边直播直接在家摄影机里面看，他不会觉得很无聊吗？就看直播的话。还好不是拍黄色橡皮筋，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啦。哎、欸，那个有气耶！啊，不然嘞，它是可乐。就我感觉过很久，它就有气。它是厉害吗 ？OK。我今天才练完舞，然后喝气泡水，要喝它就没气，我就想。但是气泡水倒不是超快，要不然很快没气。要看嘛，要看品牌。不知道，然后我就喝太快，气泡水已经超有气。没有，然后我喝完之后我还头很痛，真的太快。笑死！谢谢 Ben 的 Love， 在雾眉外面看吗？在雾眉外面看，它是日偏食吗？瑞婷比太阳还耀眼，谢谢花嘴巴真甜。你到回到家才发现我拍到，有拍到，后来还偷我哥拍的，连续在，连续在晒开了。哎、欸，我们不打算晒海龟汤，我实在是没。那个答案超烂。哦，真的、哦，就是有点。强词夺理，我看我听，那一台最近加开那个海龟汤的，好，我念给你。好，由于是跨州的国家，早上7:20可能是当地的晚上，由于这个时差现象特别不适应，可能那个人由于眼睛本身就不好，对于时差现象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由于太过劳累，眼睛间接失明。所以绝望之下，开枪击。OK。哇，都看不到了，怎么知道时间呢？很天哎、欸，很天哎、欸！我失明是不会记的，我就自杀。好怪、喔，好怪的。好天哦、喔！你看谁有拍到一家什么？是有多喜欢一家的话，是有多喜欢一家。请看我好吗？我还有19分钟。嗯，我要播19分钟。我今天这么晚开播，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嗯，还有什么？哎、欸，这礼拜你们知道这礼拜的天气怎么样？热哦，真的、哦，我都受不了，好可怕！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防晒。做好防晒了，然后多喝水。他一定要
要做好防晒，多喝水呀、啊！我要做好防晒，多喝水。还是你们有想问朋友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再问一下。他很想，我朋友想，鸭子很想回答问题。大家可以问问题。沙拉还没吃哎、欸。好的，谢谢瑞。不是不是。热。地面上有铺满一片云，希望周末也是阴天。可是阴天会下雨，下雨不是更不好吗？哎，他到现在下到还是拍这里，那很厉害。我跟你们说，我朋友的一个蛮好笑的事，就是一般来说下到不是会拍胸口嘛，正中间。但是我朋友下到是拍锁骨的部分，锁骨呀，他拍这里耶。鸭脖子很好吃，吓死谁！哎，好想玩那个红包。你有带没带？没有带、啊。等下去你家。我们要练红包，我发疯。好想玩红包哦！有一个游戏，我们简称它为红包，它就是抢，它就是抢红包的游戏。好点绿哦，刚刚留言好，应该是没有人留言吧？是吗？嗯，那我们有什么好玩的？那应该是没有人留言吧？好难过、哦，好像我在自言自语，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吗？拜托，不然，不然就是，请大家给我点回应好不好？不然这样每次播就觉得很没有动力。然后大家哦，对对，我跟你们说。请你们不要再发这个表情符号跟点点点了，好吗？就是有点不是很好，感觉上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是加酒妹吗？不要再发这個表情符号了。你跟我说就可以。为什么？就你想一下哦，如果有一个人在讲话，然后突然你可能讲了一句很正常的话。然后在干嘛啦？都有看到留言呢，没有，现在有了，刚刚没有。然后突然有人发点点点，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哎、欸，我没有讲什么啊，为什么要发点点点呢？或是你讲了一句正常的话，然后你发了这个，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讲话很正常啊？就有时候。会让人感觉不太好。九蛋，你可以不用这么故意，谢谢。因为我是很认真的在讲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很正常的在讲话的时候，然后有人突然发点点点，会不会很不开心？会吧，会吧。会会会。对啊。哎呦，等一下我一直点到。下特红包。我干点到了，刚刚的符号是因为我们有留言，可是瑞婷我好像没出现的样子。是哦，好好，那就可以。就是我在我不理解的情况下，然后你们就突然发一些这种表情，他就会觉得怎么了？我讲了什么话吗？的感觉。的意思啊，但是刚刚那个情况是可以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发，就你们可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要打这个表情的话就可以了。但是点点点真的是不要，拜托，就点点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发都很，因为点点点表达的情绪是无言的感觉吧，对吧？嗯，就有点的感觉，所以就是。可以发，对，无言的感觉就是，那如果你觉得无言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看，你就可以不用看，真的，谢谢。可以可以，刚刚那个情况下就发思考的表情是可以的，因为我不太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发，就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发，就是你们发的时候我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个表情，就会觉得什么意思。的感觉什么意思？我怎么了？这样子好吗？
所以刚真的是流言没跑出来哦，为什么？然后我一直在自言自语，很难过哎、欸。手机好烫，连我送不出去。哈，我刚才在自言自语，然后没有人回我，好难过。对，还是要对，就是可以讲一下。大正，你很冷哎、欸，好冷哦、喔！你也幽默，很冷，很冷，很冷的部分。现在有了吧？对，还是要解释一下啦，不然我觉得不管是谁看到，应该都不太，就是会觉得奇怪吧。就你们可以还是可以讲一下，后面那流氓卡了，现在还卡吗？我怕我太热，我现在真的是蛮热的啦，冷气一直吹不到我这里，我快热死了。爱骑车，不好意思，没关系，骑车小心。那重庆有比较好吗？重庆有比较好吗？大家现在顺，现在顺的吗？顺的就好。我在想，我要不要再增加一个台规，就是他要挡住风口了吗？有可能。我朋友知道我正前方，然后吹不到冷气。我晕腰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要讲什么？我刚很从今后就能了，好，大家从今一下，大家播一下。我在想要不要加一个台规，就是不要加点，不要打点点点，因为就是会影响到我的心情，就是可能原本直播播的蛮开心的，但突然看到有人打点点，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突然打点点点呢？就除非我命令你们说给我打点点点，这样才可以打。就我在想，因为这样有点影响到我的直播的心情，我怕会直播的状态会不太好，所以喜欢五四直接被 ban 掉，没有啦，没有啦，算了啦，不要限制好了，当没看到就好。今天我在练习不开冷气，热死自己。以莹莹握手，太可爱了吧，气啊！你在干嘛？你在帮我？你在让我吹冷气哦？我在蹭光。OK， 他之前没有了，我在想了，应该是不会了，应该是不会，没关系。只是先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就是最好不要。妈，这边对啊，气儿你也太可爱了吧！或者我也当然自己带冷气去啊，跳脱框架。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哎、欸，其实。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字，不用用这个符号，好吗？是有多想打，是很需要这个符号是不是？啥什么东西，开什么玩笑？你们可以打 www 还比较好一点， www 就是一个很友善的符号啊，就不管什么话加的也不是啊，就是 www 就是很友善的符号。我觉得今天也试了一下子，不然真的很可怕。他也真的是陪我挡到冷气，点点点点点点也是可以啊，就打点点也是可以啊。可以很凉，瑞你很热，对啊，瑞你很热，瑞你超热，瑞你热爆。就是打一个，在干嘛？他弟可以吗？他弟可以啊。什么？是什么？我不知道哎、欸。你说话就 master， 对吧？超好玩，超好玩，超级好玩，超级好玩。我没有，你很烂。我朋友刚刚把朋友的包包打翻了。
是跟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不要故意，就不是很懂你们故意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播的人开心，看的人也开心，不是很好吗？像这样吗？可恶，点点点，这个也太可爱了吧！还好不是打翻饮料，对，还好不是打翻饮料，还好不是打翻饮料，还好不是可乐起飞。哎，你们可乐喝完了没有？喝完。傻。打翻包包。可以换个方角对我很好。可以，就你们要跟我讲你们在什么时候，我就可以理解你们用这个符号的意思。那点点点，我真的是不能理解。它就是洗家机啊。是原味的，跟胶皮一样。小姐，他被歧视了，因为新员工，改点歧视。对啦，就如果让别人误会你的意思，也不太好。对吧？七分钟就要关直播，哎，这个顺便倒进去。对，这个。为什么？他的那个服务。哦。你可以给他服务，他服务你。不要让人家，对啊，不要让人家误会。就你让你喜欢的误会。没看懂的意思是什么呢？对吧？为您那个手机串六号，大家可以期待周末见了。好的好的，周末见啊，周末见。但是我还没有下播，待会还没有下播，我还没下播。有没有看我的指甲？我要炫指甲。我要炫指甲。唱姐看不到指甲，他们一定要批评，是丑的一期，你讲一期是整枪，你是什么老板？一个好看，这次看不太到卡比啊，这次卡比真的很可爱。而且我原本以为，我一直觉得卡比是一个很难画的东西，就每次我只要试画卡比，它就长得很畸形，就它就绝对不是卡比的，就我画的卡比就不是卡比。但我本来想说，我本来就是柏林就问我说，哎、欸，你要做什么？你要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图案？然后我就说我想做卡比。然后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太难，因为我自己画卡比是一个，不是胖丁哦，我没有很喜欢胖丁，我没有很喜欢胖丁。我喜欢百变怪，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胖丁了？大家，我喜欢百变怪跟卡比。然后，哎、欸，不要这样子，趁机偷呛我。就是，然后那时候就是，然后我就说我要卡比，然后你喜欢卡比说，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哦，对，哎、欸，哦，不是，哦好，那卡比是当然不是啊，是柏林画的，厉害吧？是柏林画的哟，不一样，卡比跟胖丁才不一样。瑞林不是也喜欢？对啊，我也喜欢冰精灵，冰精灵超可爱的，我喜欢冰精灵、百变怪、卡比。你喜欢魔强人偶？你的哎，马尔济，你的喜好很特殊哎，魔强人偶。我喜欢百变怪，我不喜欢胖丁。在干嘛呢？你们在干嘛呢？然后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太难，会不会画的四不像？就他画超像的，我超意外的。就是他画完之后，我就说，哎、欸，比想象中的好哎、欸。然后他说什么意思？比想象中的好什么意思？因为我跟他很好，所以我可以开玩笑了。
觉得很厉害啊，他画的真的蛮可爱的。超可爱的，有看到吗？对不到焦，他应该快发文吧？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发文哎、欸，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发文哎、欸，反正应该是会吧。超厉害的、欸，很好看吧？而且我真的第一次做指甲，我第一次做指甲献给柏林，我第一次献给柏林，我第一次做指甲献给柏林。雨林的美甲也蛮厉害的，而且他是自己画，很厉害、欸。有像，是不是很厉害？超猛的，我自己觉得卡比画的像很难呢，超猛的，看给你们看，给你们炫耀一下。然后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指甲的部分，就是这是卡比嘛，然后他就说，因为是星之卡比，所以呢，他就说这是星星，然后这也是星星，他说是星之卡比的话，那就是星星哈。是星星跟星星，然后这是它的干燥花，就配这个色调，然后这就是小钻石，嗯，指甲真的可爱，而且我还特别留指甲，就是特别留指甲，有看出来吗？星之卡，星之瑞婷，星星什么什么什么星星，这指甲真的可爱，我也可爱吧。我也可爱吧，快说哦，快说哦，我跟你们说话了。好，可爱，怎么了？什么什么？我看。哈哈哈哈哈！我可爱。哈哈我也可爱。看毛病没有了。我朋友现在躺在我家地板上，一滩烂泥耶。周末期待两首的，我不知道我这一首要画什么，我在想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原本想要不要画百变怪，但如果这首画百变怪的话，希望这边就是紫色。我问一下柏林好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紫色。指甲真的可爱，我也可爱，你可以画。狮子画无名什么？你在讲什么话？我看不懂。他们都很厉害，对啊，我也觉得他们都很厉害。有像哎、欸，真的有像。朋友好失控，我也觉得、欸、朋友好失控哦，拜托。对不起。画什么都可以是百变怪，没有啊，百变怪的本体。你有懂吗？我喜欢百变怪，是喜欢它的本体，很可爱，很可爱。哎，我要关了耶，我差不多要关了，大家。对，他们就躺在地板上，然后说可爱。画什么？那我在想，我在问他，大家握手会就可以看到我的指甲的完成品了。我喜欢瑞婷，我也爱我的小可爱们，爱你们。我爱你，我爱你们。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一群朋友啊，我们这一群朋友有一个绰号叫做“帮马”。这为什么是帮马呢？就是不要传，不是啊 ，TP。你TP 呀，他叫做他叫不是我们那个帮马的。帮你帮马。帮马了，帮马。这为什么会变这样？因为我看了斑马，斑马，然后你说是斑马，斑马刷牙，斑马刷牙，帮帮不昂帮，不是斑马，是因为你看一个斑马刷牙，对不对？就是斑马刷牙。对，然后他就在看斑马刷牙，然后他在看斑马刷牙，就说我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斑马刷牙好好笑哦，然后我就听成帮马，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自己笑。就是我就开始自己笑，就是然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名字就变帮马了，就是非常的奇怪啦，我们名字就是这么的特别，别致的团体，别致的朋友圈。好，我要念榜了，大家。啦啦啦啦啦，
第十名是西兰，谢谢西兰。哎，大家帮我鼓掌，都再鼓掌，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好好。为什么？哦，哎，我拍手会很大声的。好，还没到拍手的阶段。好，第九名是马尔济，谢马尔济。等一下，第八名也是马尔济是吗？是想吓死谁？好像是哎、欸，是吗？是吧？第八名好像也是马尔济，谢马尔济。哎、欸，你们不拍了？那我拍在错地方。哦，好。第七名是德全，谢谢德全。第六名是 Miso， 谢谢 Miso。第五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四名是路过，谢谢路过。第三名是阿正，谢谢阿正。阿正，你的头贴很棒哦，继续保持。第二名是 Tuna， 谢谢 Tuna。Tuna 好吃饭哦。第一名是怀怀，谢谢怀怀。谢谢华华，那就怀怀、Tuna 跟阿正。哎呦，怀怀、Tuna 跟阿正。不用，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还有Tuna哟，Tuna。不用了，谢谢，好，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掌声鼓励跟枫叶，谢谢。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我们下礼拜见吧。那直播时间呢，大家再锁定官方脸书就可以了，拜拜。哦，拜拜。